你们他妈谁陷害我？白月、老吴，你们说你们谁陷害我？你们他妈说话呀！谁他妈陷害我？说！ 设计的吗？彭立珍老大的徽章，我忘了哥。司令，我认识。黑娃曾经说过，咱们的徽章不好，如果他是司令，一定会拿龙头来做标志。黑娃，你在凌云县开过烟馆、妓院。 赌场，哥，我跟你说过，我没有。你他妈还撒谎！我早就查过了，你在凌云县开的赌场、妓院、烟馆有6家，你派去销赃的人已经被我抓住了，现在还关在风雷镇呢。他叫王国志，对不对？啊！我早就怀疑是你了，那700个金条就是你私吞了。 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啊！黑娃！ 黑娃，你干什么？黑娃，黑娃。 镇出大事，我这没钱。您给我点时间，有个3年5年的，我一定会翻身。你在跟我耍滑头？您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再把我抓回去，我不在乎。既然他不怕死，你们就再走一趟。这一回。 我要让他永远待在三号。是。秘书长，总裁手谕。哼，早该如此，早该如此。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作废了，国军集结30万大军。
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那风林镇那边，以国事为重，走，陪我动身，立即去见总裁。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胡总奶奶西安快顶不住了，共产党的时代要来了。该来的还是要来，拦是拦不住。谁？魏正先。好啊，正先呢？说。我知道现在战事很紧，但是有一个绝密的情报，我得马上告诉你。你还记得风雷镇特普达吗？记得，记得。据可靠情报，他手底下的5000人马要投奔共党，所以你必须……喂？喂？必须什么？喂？喂？敌人发往汉中的密电已经破译。要炸风雷阵。喂，福堂兄弟，我是你大姐夫，有一件事儿啊，我得告诉你，再过3分钟，风雷阵就会变成一片火海。哎呦，哎呦，对不起，没有3分钟，还剩2分半钟。你呀，能躲就躲一个啊！电话我就不撂下了，我得听个动静啊！要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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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要炸了！起来！起来，要炸了！魏正先，何普达，你是人是鬼啊？你谁啊？太不够意思了吧！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七爷，
是七爷吗？<笑>武达，你还活着呢。冯雷震没被炸吧？你怎么知道的？你们三个团从三个方向以最快的速度给我插过去，把鱼死堡的炮团打掉也行，打跑也算。总之，天亮之后敌人的炮团要是打出一发炮弹来，你们三个就别带兵了。 这么说，是你把鱼死堡给吓退了是吧？你也吓出了一身臭汗吧？谢谢，谢谢，谢谢。是你拯救了黎民百姓的千千万万。谢谢，你不用谢我，这不是你我的事儿，这是国家的事儿。武达，你要记住，是人民军队救了你，救了。 西安就要解放了，陕南也为时不远了。你是个开明的资产阶级，是我们党团结和争取的对象。你手里有队伍，我要去了，你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缴械吗？七爷，您的人品、共产党的政策，让我深深的佩服。风雷镇属于未来，属于新的时代。我早就该醒悟了。 说得好，我本来还准备了一肚子的话要劝你，现在看来用不着了。兄弟，好样的！七爷，你什么时候来啊？我想你了，咱们俩喝点酒，我向你缴械。会有这一天，而且还有惊喜。 哪人呀？凌云县丰雷镇人。你叫什么名字？何福堂。爸，怎么不敬我酒啊？新郎官哪人呀？凌云县丰雷镇。 叫什么名字？何福堂。眼睛怎么那么小啊？真丑，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镇镇长何福堂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缴械。这么多宅子，真舍得捐呀！捐，不光这宅子，我的地、回龙厂、办公大楼、银行、医院都捐。福堂，难为你了。我有什么可难为的？什么都不管了还不好？不难为。妞妞在成都当老师了，你知道吗？我怎么不知道？我女儿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我跟她联系比你多多了。哎呀，瞧瞧你，越老越没个人样。你快走吧，烦死了，真是烦。那黑娃哥走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呀？什么都没说，光屁股走的。哪天让老吴带着你去坟上看看。快走吧，快走吧，烦死了。哎。走了啊，走吧。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那你别忘了，再次严重警告那些主任，蒋介石，我们这已经暴露了，解放军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很难再逃出去了。今天毛局长在电话里到底什么指示？大彻大悟，西安大势已去，他胡宗南无能，向人民投降，也是你我的气数尽。不要再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主任，不如我们先潜伏下来，待时机成熟之时，我们再潜伏。嗯，你是让我们打游击呀？你个贪生怕死之徒！说，愿为党国效忠。说，说，愿为党国效忠。愿为党国效忠。芳芳了吗？没有。看见芳芳了吗？看见芳芳了吗？看见芳芳了吗？还认识我？看见芳芳了吗？没看见，没看见。何福堂，你今天来晚了，对不起。
走。嗯。堂兄，兄弟，爸，兄弟，福堂兄弟，我要跟你说，我现在爱上了一个女人，我真的非常非常爱她，我就是想和她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为了他，我什么事都不能牺牲，什么都不能牺牲。就因为我们两个人的个人恩怨，把这些都放弃，都毁了，值吗？不值。王八蛋，连何司令你也敢杀？霍大成。何福堂同志，这宅子里还有你的东西吗？我看看，看看。不是说好不许来学校吗？你脸皮怎么这么厚？不许你再来学校了。那怎么能行？我你看，你看，哎哎，好好好好好好，我就我不去了。想吧，怎么想的菜，就不流口水？真的不流口水啊？真的很好吃啊。嗯。挺好吃的，行，这还有个样子。我给李雪的东西
是我和李雪的东西。你写到三号监狱的信给退回上海了。怎么会在这个项目里？可能是那个 Peter Chen。 Peter Chen。Tony， 得知你坐牢的消息，我十分遗憾。这封信也不知道你能否收到。告诉你个秘密，国民政府又让咱们的银行买他的国债，我已经买了600多万，一分钱也没能还给我。你知道，我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一直发生的。我把银行的账目全做好了，账面上咱们一分钱也没有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还有800根金条。我做了这么多年，你应该给我一点。剩下的700根，我放在水管子里，给你寄过去。你知道我的手段，这种东西不能明着给。Tony， 我明天早晨给你寄去风雷镇。我已经告诉老吴，你放心。好 ，Tony， 愿上帝保佑你 ，Charlie。这些东西都要带走吗？看看。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骗了所有人，但是你骗不了命。命让我看到这封信，
说点什么吧，雷爷。让我说点什么。哦，对了，金条在哪儿？坐牢的时候，你的宅子空着，我把它埋在你床底下，那里最安全。可是至今，我一个人没动。那查理的钢印呢？你刚回风雷镇，我把事情办了，就在第一时间把钢印放到黑豹家。黑娃死了以后，你完全可以把金条拿走，为什么没拿呢？你回来了，我心软，我真不是故意的，福特，真的不是，我不想黑那个钱，不想让你死。更不愿意栽赃黑我，可是就是一念之差，停不下来。你遭罪的时候，我把咱们以前的一半钱都用来买药，我查过沙利兵，还给过张营长无数的钱。真的是捞不出你来，后来知道你背叛了母亲，我真的绝望了，真的就绝望了。以前我没有私心，可是自从你进去以后，你对我不公啊。黑娃管着黑龙城，莱茵管着银团，孙建成夫妇管着银行，我是其中调度，看起来跟过去一样，可是你在你不在两码事。没多久，谁都不听我的。再看看黑娃，把风雷镇搞得乌烟瘴气。我就想，凭什么呀？凭什么是他呀？黑娃他就是个二愣的草包。你的理想，你的心血，凭什么毁在他手里？查理把金条寄来的时候，我本来想分给大家，可就在当天晚上，蓝云告诉我，黑娃在县城又买了一个妓院。我一下子想，对他，对风雷镇，对你，我真的死心了。我想我一概拿这笔钱。如果你在里面待一辈子，我拿了这钱，我可以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不后悔。福特，你永远是我的好兄弟，但我这有另外一个版本。过去有一个好兄弟叫老吴，他怎么来的风雷镇我不知道，总之他帮我报了复仇，走燕帮灭八两，
伯光三春今生还开银行想大夫建设风雷镇保平卫中心等等等等吧我们的命早就拴在一块儿后来我被冤枉投入大狱被判了终身监禁是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风雷镇管理得特别好不惜代价不辞辛苦一趟一趟的跑西安啊来看我设法营救我后来就解放了人人平等可他还是跟着我他没有离开我我和武藤这辈子这几个兄弟对于他的真名字叫什么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在乎他我跟你走吧我走走吧我去哪儿啊甘愿快送你吧哥，对不起你。别说了。走了。好好照顾福堂。碧雪，你好吗？又想你了，一想起你，我的心就是暖的。我记得你说过，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我一生坎坷，爱恨纠缠的。相信我，丽雪。任何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的如果不好说明还没到最后想你